心，有咱即间气啊，入静。顺着咱即马知影，咱是照着先天的原力，无形的灵性，咱只有献伫家己的心清，原形落定的天意啊，是咱顺着啊，无啊这条心献落来的天灵。普伫咱即马即个气的性，真理的天界，使咱灵啊自在嘞，上苍的天意，无形顺倒倒来咱的心，行回即间气，献伫咱共顺心啊。真愿天意落灵性，传来现世转的情。无形伊的本源性，这是咱对着先天的本能。阿母啊，予我遮尼啊清净，是咱现代这个灵气的真理。的天灵，普咱心安静，是咱一条灵源情，赐咱这么顺的心意啦，将着通灵的天性，转回咱母啊的本性。随着一点灵魂，转咱的心啊，静落来，真理的本性，入伫咱即马脑中的灵气啦。上苍这个心，照着咱讲啊，这条善意啊，真灵浮现。拢是命，待咱元神出生啊！天元本意落灵神，转咱出定现世啦！真灵的天界，普伫内境心开开啦！我有照着实际这点心意啊，入定在世间。咱的心开，真愿天意拢是用，出窍天理甲心，天元本应天理啦，再次合定心意啦，一点通灵咱的心，甲合咱的意，真灵有法。的天性啦，传咱出定无形心，灵的天界，咱只有行正法性啦，是咱清楚这点理，在世咱向的心性啦，得通这个天界。落伫清净中自在啦，是咱一点灵源净啦，才有这么稳固的心灵啊，得通咱的天灵，学着通你的心情，灵魂的天性啦，是咱得通清净。上苍这点理，爱咱传倒倒来心意啦，是咱无一点灵，爱咱看的现情啦，这是咱兑现的本性，掠定在世
咱的心清，真理的灵气是咱脑神中浮，这是咱的原体自然生出来。咱今麦咧讲的话，是咱家己生出来这个灵性，母娘啊，予咱的清净，真法本以道灵来，定住现世专心。有咱一点灵元精啦，出在天元这条心，真理的天灵，归咱教化的心性啊，这是咱清的天意，落伫咱顺家这条心，真法本以道灵。归咱显露安静，这是咱清楚的天，拢是无形的灵性，来到清楚的心性。咱有母啊一点滴，拍开咱的心意，灵魂伊的灵性。咱只有讲通灵，咱的本性啊，是咱道家的灵魂，搁再顺家，咱的心理，将着通灵这个天界，附伫咱今嘛顺无的自在，照着先天这条灵性。归咱掀开咱的元神，是伊正法的心，咱行向这么顺的灵，上苍的天意，落定咱的心里，归伫正法这条心，咱有原体这么正。你以顺定这个灵气，我落在清净中的心，是咱兑现这个灵性。一口气呀，咱的心明，定住咱这个天理，行回最主啊这条心，这是咱当下出行。灵魂啊，有主，是咱行回先天的本性。阿母啊，这个主头，咱才顺会落来。真愿天意道灵，安定在世心。出在天元这天起，显露清楚咱的心。这点清楚的天界，咱看有这么顺自在的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搁再转的顺天啦。灵元的灵性，虽然通这条线，这是咱本源的天理，嘛是咱显开。各有顺性，这点是咱的天灵。阿母啊，扶着咱的现代心情啊，真愿本意道灵，教咱清顺心，有咱兑现这条心，我有行回这么稳。这是先天的本性，落地清净咱的元神，无形伊的天理，净出着心法，咱的灵性啦。这是咱清楚这条本性，落地顺家，咱的天意呀。
真源的灵性，一个通灵咱的天命，附伫这条灵气，咱看有顺家的心，真理的本性，归落来现前。我有随着这条先天理啦，转灵学主啊，上苍本意道灵，看家心中安静，这是咱的心，加入来定咱的心，真理的天元，虚空咱的顺心。在世，咱用静力的气，寄入来老母这条线，这是咱通的灵性，咱的魂啊清楚。在世间，咱有这个无性，来回咱今物这条魂主，这是照着通灵的本性。咱照家己一个元神出现，真理的灵性，归落当下咱的真命。我有照着实际这条灵性，启出咱的天元。老母啊，爱咱安住的心，灵魂的天意。落伫清界，咱的心底是咱归元一条心，阿母啊，转咱安静啊，上苍一点意，落伫清净中，咱即马即个愿是咱自然通，照原体即个无性，顺着即尊神。出家啦！伫咱即马定住，发射着本源本性，啊，归咱遮尔稳固的心，念安安咱的天理，锁条条咱的心，真法本意是天命，咱爱是顺着先天性啊。真法的天元，落伫自在心转啊！天意灵源落天意，无形增加咱的心理，转咱清楚这条心，是咱落家现世性，顺着通天本道心，发射脑中顺家啦！这是咱清楚这条灵魂进入到咱的气流中，我回到这条先天的心，带有咱原体无量气啦，上苍的灵性，顺咱普的清净，我有这条先天的力啦，再来回转。原形这个心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性，咱再来兑现有情的心，传来本意道灵心，教咱转到清净，顺咱心跳的天意啦。我来照着天空，咱的脑性。是咱伫通这个天界，普伫咱路定现在，真法的灵性，现伫咱的心出定，是咱有缘一点滴，带有咱的正法的心意啦，是道灵这个天界。
是咱清净中自然神，这点则是咱的天缘，落伫顺母这条心意，上苍的天灵，心明啊，显得清，灵魂伊的灵气，点到咱的心里啦，是咱本源这条心，开放咱的天意啦，接回灵光无量心，得到先天的智，咱转回来无形的心，找出到天元这条灵，是咱一点气。要来讲到显露咱的心理，最主则是咱的天界，落伫清净中自在啦，是咱一点灵性，请用咱归元的本性，你有显化的灵气，咱再来净出在世的心。上苍的天意，咱行回清净路线，是咱本源这点性，咱出家这条灵，咱以清路线接回咱原体这个性，拢是顺着天意。母娘啊，所生迄时阵，这是咱复回先天迄个本性、本灵，是咱复古一点灵性，复明咱的属性，真发这个天理，落伫脑海这个神奇啦，真发本意的灵性。开源转到天神，顺着一点意啊，带咱灵伊个原性，顺着通这条心，化为先天咱个灵，上苍本源在天，咱回了出家真意啦。这是咱无形的天理，行回清净咱的本性，是咱一点灵源净，开口啊，这么顺的心，咱有一条先天气啦，养咱各自的心，是咱本源一点理。要来讲到通灵老母心，你有这么啊顺的天灵，我再来悟出现世心，将着天元的心，咱来归母啊这么静，这是现家咱的灵气，掠定在世这条心理。上苍伊个灵气，只有附伫咱遮尔啊顺序，有咱无形这条灵性，咱只有行正法的心啦，灵源一天天意，老母啊归落来顺天啦，是咱。一点灵性，搁再安住啊！咱的天神，元天闹无静，咱只有出家这条神，灵伊的本源定，这是照咱通，顺着咱即马这个脑神谱，原形的天理，最主啊！这条心气是咱
天然的灵性，一个兑现啊，咱的本心，拢是清楚这点灵，甲咱入定这尼啊清，有咱顺加这点滴，咱恢复清净中的心，原始的天灵。顺保啊，一条心，灵魂稳定是天意，接回灵家正理啦。得到先天咱的灵性，归咱的原体本性啦。这是清楚在世，咱恢复本源本性，加入来。咱的心，真愿天意道灵，甲咱转正清净，归着无娘的灵气，咱只有顺加清天。你有这点灵源的天意，咱只有行出定的心，是咱归元这点气。爱咱现的顺妙，咱有这条先天命，再来讲兑现咱的灵性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一口气啊，咱现的顺境啊，是咱主宰这个灵性，这点通灵。上苍的灵气，我伫顺加咱的心性，咱有出先天的本性，老母啊有这么稳的心，灵魂的天意，落伫清净中咱的本性，母啊的发性。生在咱这呢啊清净，是咱母娘啊的天理，清楚咱这条心，原形有无异，最主啊有通神，这是阿母啊的天灵，咱来到顺解心情。上苍伊的天灵接回母娘伊的本意啊，是咱小团内底这个心情。母娘啊爱咱会顺伊的心，寄入来咱即马这个心中，取咱的原能，取咱的本性，知影这个道理。今日咱是心在。寄入来无形这个世界，活在咱即马通灵，咱的脑神中，是咱照着先天理入定中，咱的真气无形这条本源，这是咱见着清楚，咱的天灵活在在世，咱的使用真理的天源。内定即工去，照着开发咱的顺势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金宝啊清楚咱的自在，一条通天的真意，这是咱归到天元心，老母啊这么顺的灵性，真理的天元。落伫心顺定啦，我有一条先天的理啦，归落现世一开，灵魂脑正天灵啦，开元五定，我的心稳啦，真灵归来先天理啦，出在灵界现世。是咱行回
咱这条灵性的记忆，咱才会当扑原来迄个白米，就是松果体，这是原体啊。要让咱有这条原的本能啊，守伫咱今嘛真主啊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啊。这粒金珠啊，顺着咱的真意啦。上苍是天界，无形正道是神啊。咱爱是一点意啊，这是咱的脑清清楚楚、圆润润啊。咱用着这个珠啊的金光，代表咱家己的发射，这部经。这个无形的法力啦，真愿天意落灵，教咱自然安静，化为金啊天意啦，是咱一点先天的本性，净出着咱的火候。今咱就讲天意，修安安呐，你这个气候。是咱当下这个真气，你会当加入啊顺天理啦，真愿一天界落伫清净中，咱的自在现个这么顺的天性，照照天就神，是咱这点灵源的情，开破咱这尊神意。拢是归咱母娘的事，嫁入啊这么顺的神啊，真理的天界，普伫咱的脑海自在，先天伊的灵气，悟伫这条本源心，随着先天理，结合咱顺良的真气啦。脑海只有用心寄入我们先天的本性啊，这是我们原来本性根，大自然所发生的，我们的理通，是我们这条先天理，寄入我天空，老母啊，伊的真性啊，传咱道家这条神意，出家。咱的灵性，真愿这个天地大虚空教咱的心性啦，真愿天意落本性，转咱在世集定中，开元母娘这条灵性，引导咱这么清的心，是咱一条新天地。进入到咱在世间夫神的本性，真理的天源，处咱在世心境啊，这是咱清楚这点气，落伫在世间咱的心啦，是咱一点灵源精，处咱凡世间的心意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转咱顺家这条心，采用着先天理，教化老母啊，这么顺时，应咱原体原心，咱才会当讲这么顺心，是咱道家现世心。转来扶持的心，灵魂有天意啦，落定咱的元神，这是咱清这么顺事，阿婆啊落家顺天啦，这是天元这点理，寄入咱脑海最起啊。是咱这条本源的天性，归咱在世，这个人心
咱用着清楚这点理，寄入啊咱即马当下，咱的自心内底，这是修持啊，练习啊，咱爱用心来学，你才会当讲到清楚咱的脑神浮现当局的咱这种无情的法门啊。元天的灵气，做主无心嘛，咱的定灵啊，开源这点灵气，守住啊天空，咱的本心，是咱一条性法界。来讲到清楚咱的原性啊，这是咱在世，咱的心变倒转来。为咱即马即个性地性质，是咱带有落家即个气氛，咱才有即条先天的灵性，心内底话，得到一点灵气，敢若亲像神，伊要归原体，灵魂伊的灵性，爱靠伫咱的脑神来做主。这是咱通的天界，无形这个清体自然上苍的灵性，开口啊，咱的天命是咱一点灵性，对着单纯啊，咱的天性，拢是归咱母娘啊的心意，一点灵魂。一天界，菩提咱在世心自在落来，一世人咱只有用实实在在、生生世世，这就是咱的忠心、忠诚啦，啊嘛是咱即马忠实，只有这个心，咱才看会清楚，是咱在世咱的心。归到咱无形，这个灵界，这是代表天地啊，代表咱众生啊所要入的真境。我以这条先天的心来转我个人的意，带咱的天愿，带咱的心情，这个愿境子。拢是主要的天团啦，咱才有开口啊，这个因缘啊，对着在世咱的清净，是咱儒家这份子，无啊爱咱有照着实际，心内底啊，这个原主意，真灵本源。的天性，开口转定，咱的天性。一个人若下到艰苦啊，你做神的基，做神的心，若未开口嘛艰苦，是咱爱有真稳啊。开口你要叫天灵啊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啦。顺着心中咱的灵性啦，这是完完全全爱青天给咱的自信啦，毋是咱平常时的色神啦，你的认识、你的认定、你的固执，执伫遐，是咱脑海的事，天人的合，天所讲的气场无同啦。咱人咧解说的气味无同啊，啊，这才是咱有形入来无形中啊。你咧找出着这个原性啊，原能伊的本力啊。今仔我要讲高空的无形老母，伊要开破啊，伊要教我这个心，徛出着咱的天台，灵主这种教法。真灵普贤落天地，灵光闪焰带天地，
佛祖转来定天性，教咱定法清净。这是咱的原点本性，清甲咱的原形原神，阿无啊，即粒原灵内底，是咱咧教灵魂啦。咱即个心主，即条元气啦，是咱用着先天的灵性，带伫咱凡世间，咱即条心清楚咱的天界，凡世间咱的气神，我有随着即条灵性，诸神啊，通神啊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灵，附伫我个人的心，带予咱元灵元性，无形伊的天意，只有现伫咱家己，无有啊，伊是隔条条的嘛，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以迷入悟，以凡入性啊。是咱当局，你会当分明，头壳顶，甲咱即马即个身躯的心境啦，这是心神，头壳顶就是心境啊。咱即马落家伫咱的身躯，甲条条，这就是咱的自境啊，咱的自心境，是咱寄的入来即款啦，话讲做逻辑啦。大概安尼生啦，近道啊，这个味啦，灵源灵性现世性，甲咱转的先天理啊，啊，本无道嘛，咱即嘛是要近道嘛，这种真性啊，啊，咱才有这个去通咱的脑神为定嘛，啊，这就是咱的立定啊，咱的定力啦。你走我倒倒转来圆的中央台啊，高空这个纬度啊，接回咱青天这个热能啊，温暖的心性啊，真愿真意是天命，归咱道家是心意啦。这就是咱讲的天地世间呐，爱追悔合济啊，但是咱修行。爱倒转来，咱的缘呐，乾坤呐、啊，这才是咱讲的本源本意啊！来到清楚咱的顺序，上从这个灵性，顺着咱的本源本心，是咱一条先天地，寄入来咱这尼啊顺序，老母啊！伊的灵性，一个天元的清净，这是咱的天元神。咱带有这尼啊顺的天，拢是无形定落来。咱再来气中转落神，上从一点意啦，顺着咱在世间的理，我有稳一点灵性。请用啊，咱的本心，这是咱的理路啊。你要行出到这尼啊顺序啊，一二三四，这就是咱的次第啊。你会当照老母啊，一点一滴，安尼甲讲出到你即马这个接受，你所学的这种排列组合，是咱无要讲出到有。这个顺序啦，安尼才有这个流程啊。咱咧讲啊讲啊，做行程啦。你今仔要做啥，明仔载要做啥，有无？照顺序啦，安尼才袂掉角啊。是咱咧讲着天理，咱咧行的道家心意啊，顺着一点性，请用咱凡世间的本性。灵魂的天意，
照着通顺利，我有这点灵元证，出自咱在世心用。咱有原体这条灵性，顺着法界，咱的本性，母啊爱咱有运落来这条心，这是咱主要通天理，抓定在世咱的心性啊，真法是天性，路定是在世，咱来做主啊。这是个人的感觉，咱的气场甲你带这个心这条路，真理有咱路性，甲咱通清明，是咱这条灵源的性，咱才会当归母啊，这尼啊深，得到先天的地，嫁入啊顺嫁咱的心。是咱这条灵源证，咱走金宝啊，显会顺；上苍会天意，老母啊显露咱的心。你有这尼啊稳的天灵，我再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心安静。这是度咱的天理，嫁入来温和。咱的心意，照着通天老母心，咱才有这尼啊稳现世灵。真法本意的灵性，一个度化咱的天性。你有这尼啊稳的天理，咱再来悟出清净中咱的心。是咱本源这个灵性，你现个这尼啊单纯，金宝啊伊个灵格，直通咱个天元，宝啊安住咱个心，这是咱天元个气场，咱才找有这尼啊纯个心，真理个天灵。开破咱的心安静，跟随这条灵性，献伫咱的主安定，归到青天的心，咱爱有母娘啊，这根气，嫁入来通灵，咱的顺心，这点有稳的天灵，咱才有嫁清家己的心。真理的天界，浮在人海自在，是咱本源的灵性，传来清楚咱的心性，灵魂伊的天源，无安住咱即马即个性，这是咱的天印落来，嘛是咱母娘伊的印刻许可。将着咱即马出神出家，这是气的流通，发达咱即马这个心，顺着咱的原形原意呀，灵魂伊的灵性，念条条啊，这种可印，这才是咱的天灵本源呐、啊，心印呐、啊，这个来传。真理的灵性，浮在各处，咱的心性，咱有这条先天的理，理明咱即马顺着灵源灵界，这是咱顺着家己自言自语，无啊爱安尼教育咱家己的信心，命令咱家己的苦处。上苍这点意啦，本拢是家己呀，是咱即马即个天界，母娘甲咱教甲遮尼精彩，灵源天意落心，啊，归咱遮尼稳的心呐、啊。
是咱本源这点滴，恢复清净中咱的顺序，用到元天这点觉，现伫咱的主定心，开源一点灵气，现开啊是修炼。咱有这条本源安静，归着咱转顺界心，上苍的灵性，开源咱的天命，爱予咱行的现世神，是咱本灵的天意。随着法道心，照着清楚咱的天界，老母啊，真理中自在啦，是咱一条灵源的心，跟随母娘的意，脑海所浮的大母的话语，这就是咱照着通灵。咱的元能生，使我在世灵感，这种个性，这是亲身咱的感觉。对着元，咱甲揉落来、淡落来，是咱清楚这条灵性。凡世间只有惊咱的境地了呢，这是咱老母啊出神化境，予咱这个心。这尊神入境来啊，上苍这个天意，咱用着心啊，甲加入来，敢若亲像在世间咱的积累、咱的模拟，这种模仿，来学着母娘伊的信息，团结这种合意啊，拢是顺天，拢是合理。咱今日走这么啊顺序，咱家己的元灵啊，真理符合天灵，教咱转的清净，是咱本源这点意，落伫清净中，咱的心，是咱一条先天性，带有咱无形的天性。咱有灵源一点气，阿母啊，你讲的通灵顺天，是咱一条先天命，予咱归元老母啊的心。你有行现主时的本性，我则带有母娘啊这条本性，是咱一点灵气，世间向的。是心对现，则是咱的天界；落定，则是自在。是咱一条先天命，教甲咱这么稳的灵气，心中咱的元神出现，咱即马这个真意呀，是咱完完全全拢是对无处的能量。这是顺甲咱的心感觉，咱原来这条神，咱最主啊会当生发出来，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性啦，修通交通，咱的合定，这是中和啊，咱合住这个灵性啊，无走开，无走味的。这才是咱的天性啊！真源注定的灵气，我只有形容我即马当下的处在。这是阿母啊的教材啊！我要学的本性啊，学甲成啊，是咱一点灵性，一点一滴，我都要甲扣互清啊！这是在世嘛，咱才有这种能力啦。有这种构想啊，是安尼，我来收集，我照这个神伊的本性，清澈啊，咱的脑神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界，
金金光光，咱的自在，修炼咱这世人的凡尘，这是天元的灵性。阿母啊，所教天神，真理回报的灵气，照着通天咱的顺序。灵魂若有这点缘，爱咱清自然心，咱有一条先天理，传着咱这点灵性的本意，是咱出先天的真源。阿母啊，道家顺心，是咱主要通法界，咱照一点正神来，请用咱的灵气，最主啊，则是天理，灵源本性的天意，落伫清净中，咱的顺利，老母娘娘伊的天源，转伫咱这个心嘛，清咱的脑。今仔只有咱的爸母，这条灵性原来记忆呢，这是归咱无形迄种灵性，采着先天的金光，射出着咱即马即个真意，带落倒当来归元，是咱即条精子，咱的精类，要合甲咱即个精内底，顺着咱即条灵性，即、这个真能，这才是温和的，是咱要讲着青天的灵性啦，带有咱的心即种气质。咱爱是天元的本性啊，温和则是咱即马咧讲的啊，温暖的热情啊，这是永远寄条条，咱的热心、热情。母啊，爱咱通这点灵气啊，咱才会当行正道正体啊。元天有路现世明，转咱之中。待天性开垦咱的本源心，落来主头咱的心，这是咱天元这点气，落伫单纯咱的母性，上苍的天地，寄入来灵家的灵性，是咱主宰这个天神，是咱转转来无形中。这是咱天元的灵气，一个顺家的心，对着原体咱的本性，启出着先天咱的精神，灵魂伊的灵性，咱看有这么稳固的天命，这是咱的天元的主头，阿母啊！行咱这尼啊顺序，咱有元天母娘心，再来开放咱的天意，归着正法这点灵性，这是咱顺着通灵的原性，寄入来咱这条本性。你有这条通天的灵性，咱再来悟出这尊神，是咱。这点灵气，咱寄入来通天，咱有这尼啊顺的灵性，再来悟出一条神，这是咱天元的主头。阿母啊，咧讲用咱的心，寄出着灵元这间气，是咱顺着通天，母娘啊，伊的显明。我才会当随着这条心走入来，这是天元的总经济，发射着咱的能波，所以我会当掀开我这条灵性，进入着通灵，咱母娘啊也本性，这是咱凡世间呐、啊，用着形容这个内容，我要甲咱今嘛这个容量走入来。在咱即马即个，咱的分量中，这才是咱个人的体会，
取到原来无生有的，这就是咱的实际啦。咱爱是这点理啊，甲卷入来啊，甲旋转入来啊，这种完整的啦。咱会当形容，就是代表你这个脑、你这个心，甲天是相共。这个时阵啦，啊，这个咱做人才会当开发啦。咱才会当悟出着老母的造化，是咱本源一点滴进入着度化咱的心，真法本意在天灵，教化显露心安静。咱有一条先天的理啦，命中有福愿天心，教咱主宰道天庭。灵魂恢复在世团，落加咱的心，归咱顺着先天理，寄入来努秒一天去，顺咱通一点性，开源印证咱的本性，随着先天这个灵性，悟到当下咱的气味，咱行回通灵。这个圣意啦，天元本意在高空，转咱圣意在天庭，灵元复始转天意，开元定住落心理，灵元本意天元心，传咱落家安静，随着这点气，因伫咱脑海这条心。转回咱的天元正主，这是咱天元的实相，嘛是咱的真如不动，青天上苍落法界，修正理念转定心，开放先天的灵气，教化凡世间，咱的心归，照咱天元一点心。在世弘扬咱的本性，归咱这条先天的理，寄入来咱见天，拢是无量啊的灵性，发射着高空咱的天性，无形伊的天理，只有寄入来咱无这个心，天元注定是天果。教咱转灵是定心，开源是咱的天意，福本则是咱的计。咱有这条先天的心，寄入来落家咱的意，上苍开源正发心，落在一条先天性啊，这是咱的关心，自然关出咱的心。奉着母缘这点意，带有咱清楚这条心，这是咱儒家的天性。一股顺道，咱的天命，真愿天地奉天开，落成正果心中来，留住咱的天性，开源顺家咱的本性，这是咱定住啊。发射着无迄个真能啊，咱才会当生凡世间呐、啊。咱即马即个对话、对嘴、对心，这是咱灵源的天理啦。阿母啊，亲身教育灵囝，心源天意福天师，教咱转灵谱，是咱顺着这点理，是咱传达先天气。灵魂伊个本性，顺着法界诶心，咱有即条灵元气，再来行回正道理，开源本意落灵来，转达清净咱诶自在，是咱一条先天命，是咱即条先天性，灵元伊个天意。是咱道家顺势，用咱的元天的灵性，开窍咱的本性，
落伫一点源头。阿母啊，来讲着遮尔啊顺路，咱有原天本性，阿母啊有甲咱指路这条标准，这是咱在世的天性，先天甲掀开，咱走这条道行啊，是咱即马咧行这个道路，要开着咱的路盘啊，这种顺势应达道化灵法界。显化正果上天台，灵源注定会天理，金母啊教化上天意啊，是咱一条先天之，带有咱母娘这个气氛，是咱顺家这个天理，是咱点到凡世间的心意，真愿天意落天命。派咱归元遮尔清，我有顺着先天意，落定咱家己，守在通天本源心，开元转灵本意，恢复清净咱的天界。老母啊，徛中央这个正台。